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22春夏淘宝新势力周官方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时尚种草官孟佳，你们的佳哥。Hello，大家好，我是塔林夫。是的，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将前排看秀，和大家一起揭晓2022春夏服饰的8大流行趋势。除此之外呢，还有超多潮流好物和时尚干货跟大家分享。那关注我们的官方台，做这个春天最会穿搭的女生。今天呢，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在2022淘宝新势力周买起来。今年春夏最流行的服饰风格，让我们拭目以待。3月21日至3月24日，上淘宝新势力周购买春夏潮流服装。是的，那我们的21日到24日哈，我们有这么多天给到大家去选择。那当然，今天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我们的8大的流行趋势，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凭借大家的敏锐的时尚嗅觉呢，跟我们的共同来互动起来。那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就来刷屏，大家可以预测究竟是哪8大潮流趋势呢？那其实说到这个春夏的这个搭配啊，我不知道佳哥。四个季节最喜欢什么季节？我喜欢春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以很有呼吸感。很有呼吸感。而且我觉得春天到了哈，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家都会决定说，哎，春天开始我要买新衣服，来好好装扮新的一年的自己。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春夏的服装好看还便宜。是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评论区，看大家留言有没有说出这8大趋势是哪8大啊？对，我们的8大区域的话，大家可以呢跟我们的万能的淘宝官方微博进行互动和找寻答案，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到大家获得福利和奖品啦。是的。那大家关注到我们的淘宝的同时呢，可以来多多的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因为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看的服装。那最重要的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在这个期间不仅有好看的潮流趋势之外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熬来非常多的福利和优惠，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是的，给大家一些进来的时间。好，我又看到很多宝宝正在打招呼啊。好，那佳哥多久没有跟大家直播了？哇，我其实这段期间都在家嘛，所以就是有直播跟大家有来一些互动，然后给大家做饭，比如说我今天要吃什么，然后我就会做饭，然后化妆啊或者什么的。对，我有看你的 vlog。 对，谢谢。那有没有经常告诉粉丝说，哎，春天到了或者夏天到了应该穿什么样子的服装呢？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觉得时尚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穿得舒适最重要，首先是，然后搭配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首饰的一些搭配，然后夏天的话可能就是我所谓的呼吸感，就是可以有一些些的露肤度。 对，然后可以在你自己舒适的情况下，然后你也不要有压力说我今天一定要露肚子，我今天一定要露腿，也不是，就是得看我那天的状态好不好。对对对，你自己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下，然后给这个春夏一些舒适感和呼吸感，让大家看起来都很舒适。哎，那像今天这身造型的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低饱和度的这样子莫兰迪的粉色呢？今天是一个学院风。哦，对对对，想说，哎呦，我比较少，那刚好我今天也是个学长来着，还算搭配哈。是，那我看到有很多的粉丝宝宝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是的，稍后的话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公布我们2022春夏流行趋势的发布了，所以大家继续的可以进行互动了。赶紧关注起来。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美衣，我刚刚去看了后台，我觉得我至少能够数出2到3套，你绝对会下单的，就马上立马去下单。其实我刚刚路过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小姐姐们就是已经穿上了一件单品今天的。 对，稍后也会给大家通过一个全方位的细节的展示哈，告诉大家你们买回去的成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们的春夏要怎么过？对的，你们春夏美不美，时不时尚，交给我们就对啦。啊，是的。那当然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淘宝直播官方台的宝宝们呢，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关注，因为我们在官方台经常会给大家介绍很多的资讯啊。那我们马上也就要到了我们的8点钟了。那我们即将来揭晓
表我们2022春夏流行趋势的发布。嗯，是的，直播间的宝宝们，请你们不要走开，因为我们的淘宝新势力周直播马上开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到2022淘宝新势力周，我是你们的时尚种草官，你们的佳哥孟佳。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我的名字叫塔塔塔林夫。是的，我们的大秀呢正式要开启了，所以不光是今天的直播，我们的淘宝新势力周呢会从3月21日起，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开始，到3月24日。这个期间呢，你们来淘宝新势力周购买春夏风格新品，多种风格即买即看，小孩子才做选择，紧随潮流，你一定要All in。 是的啊，我们的粉丝宝宝们一定要听我们的佳哥的话啊！其实现在在评论区已经大家疯狂的刷了你的名字哈、啊，佳哥佳哥，我们都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时尚服装也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是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通过我们的2022淘宝新势力呢，汇集了8大趋势、嗯。那究竟有哪8大趋势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我们的新中式。啊，纯欲辣妹、嗯、自由通勤、多巴胺甜妹、高性能、解构主义、 City Girl and Boy and 假日男法。哇、嗯，看完这8大流行趋势，可以说现在实实在在的掌握了今年的春夏的时尚的密码、嗯、对的，是的，今年这8大风格哪一个是你私心最喜欢的、嗯、我私心最喜欢哈、啊，其实呢我的私心全部写在了我的身上，就是就我今天穿的这一身新中式啊，因为其实新中式的话现在也是大家普遍讨论的国潮啊、国风啊、华流啊。那其实大家以往的那几年呢，谈到中式可能就说，哎，中式虽好但是穿起来显老，哎，这个我这个都是误解啊。因为这两年呢，我们有一些新中式的尝试，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东方中式美学跟我们的西方的这个时装呢结合在一起。嗯，比如说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就是我个人最近这个点击率最高的一件这个外套了，它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盘扣啊、嗯、一个改良的一个新盘扣的设计。那包括有很多女生也有改良的旗袍啊，或者是还有一些水墨的印花这样这样子的等等一系列的中式元素哈、啊，我们把它称之为新中式。嗯，那我们今天从第一个我们就看你喜欢的新中式来开启我们的时装周，好不好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新中式。嗯哼。
哇，我现在不得不说哈，华流才是顶流。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舞台，包括其实在姐姐舞台上，对，姐姐们也有很多新中式的穿搭哈。是的是的。嗯，那包括其实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社交平台，包括新中式也是频频上热搜。嗯，他们就说，哎，每一套这个新中式的服装呢，一出场就好像自带那种的中国风的 BGM， 就好像哎是从这个歌曲的 MV 走出来一样。是的，因为现在的时尚就是新中式里面加了很多的摩登感，然后就变得更加年轻感了，所以很多的年轻的消费者们也很喜欢新中式，把它那些元素全部都加藏在自己的这个时尚穿搭里面。是的，对啊，宝宝说，哎，今天这个嘉哥好乖哦，因为今天嘉哥走的是学院风啊。哎，那今天穿的是学院风，我不知道嘉哥对于这个新中式自己喜欢吗？对，我前段时间刚出的新歌《东方》也是整一个就是新中式的方式，不管我的打歌舞台啊，还是我的 MV 啊，还是那段时间其实我的机场穿搭里面也会有一些新中式的那些小的元素在里面。是的，包括我喜欢用的那个盘头发的那个簪子，有很多女生就是拿筷子就直接可以盘，我就是这样的，你就拿筷子就可以盘出头发，可以。哇，太厉害了！就是这样一卷一插，一卷一插就可以了。哎，对，然后那个《东方》那首歌曲，在打歌期间的时候，也是我也了解到，哇，原来有那么多的新中式的，不管是饰品啊，还是服装上面啊，都有很多出现。因为我们的国潮越来越发扬光大了，对，很多人很厉害的。是的，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风的元素啊。是的。那当然了，我们今天也会通过我们的模特展示，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八大潮流趋势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哇，我们刚才余光瞟到这边就感觉仙气飘飘的一位女士站在我们旁边。那这个上衣呢，就是 Viper Blue 的限量款新中式圆领盘扣西装。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式感的旗袍啊，和外套略收腰的版型非常的修饰身材的轮廓，而且它这个圆领恰到好处的就是很多女孩都比较在意的天鹅颈啊，就是女孩脖子露出来的部分呢，可能对于整个的线条啊，整个的气质啊，更加的出挑一点。嗯，包括整身的这个外套呢，它没有一丝多余的设计，所以看起来的话就是又简约又精致的一件外套了。是的，是的。那如果说喜欢我们这件外套的宝宝们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一号链接就可以一键购买。那当然了，我们的淘宝新势力时装周期间呢，还有我们满199减20的福利优惠来给到大家，所以大家赶紧去下单吧。而且我发现其实，哎，小姐姐，小姐姐先别走，因为我发现它这个外套的那个线条还有一点小心机在里面，就是它的这个袖口，这叫袖口吗？不叫，肩口，肩线的这个地方，它的那个缝制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因为这个外套有一点点阔嘛，有点点廓形，但是它的那个收腰又是有那个腰部线条感有出来 的。对，而且你发现有个细节没有？其实我这个人啊，穿衣服很实在的，有的时候不光是这个版型好、剪裁好啊，它这个件衣服呢是有兜的。对哦，是有侧兜的，因为有很多女生的衣服很漂亮，还有一点点垫肩，哎，有一点垫肩，是因为有很多女生可能有溜肩的问题啊，这个垫肩呢就刚好能够帮助大家撑起这个气场了。是的。那如果这个外套的话，我不知道嘉哥除了像我们的模特小姐姐这样子搭的话，你自己私服搭配怎样去选择呢？如果是私服搭配的话，我可能会配上一个牛仔裤。哦，牛仔裤。对，因为就给它混合一下，然后里面可能穿一个比较休闲的一个 T 恤，但是不要那么大，稍微小一点点，修身的 T 恤。那样子穿的话可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搭配风格出来，但是如果在舞台上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加一个热裤、然后露一点腰这样子。是，你看其实咱们的这个穿搭啊就是这么简单，虽然很多
穿搭博主经常在各个社交平台去分享啊，怎么样去穿搭，怎么样去穿搭。其实咱们在家里可以自己玩起来，对不对？对，就像嘉哥一样哈，根据不同的场合，根据不一样的季节，或者说你今天去见的对象啊，是什么样子的风格，对对对，我们都可以搭配不一样的感觉来哈。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流行趋势，就是我们的新中式。是的，好，我们谢谢小姐姐，谢谢小姐姐，谢谢小姐姐。那我们今年春夏呢，其实还有一个流行趋势，也能让你瞬间气场就抬到1.8米。哇，有一种那种大女主的感觉就会走上来。什么样的女生呢？纯欲辣妹。哎，那纯欲辣妹风格是什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吧。这条小片为什么不找嘉哥去拍？我觉得太适合你了。对，其实太适合你了。其实这个纯欲辣妹风也是我私人比较喜欢看的、看的风格。只是看吗？就是因为她的那个衣服上身的话，的确，其实刚刚那一套视频里面的确有点对于身材还蛮要求的。你的身材很好，就是、刚才在评论区、粉丝宝宝们都在夸你。她是不能，就是腰上不能有一丝赘肉的，但是我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一点。谦虚了啊，我觉得有点谦虚啊。那我们也期待一下，说不定到了这个约往后夏天，嘉哥能够尝试出来啊。如果我成功的话。那平时看了那么多哈、一般像穿这个辣妹风格的女生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小技巧呢？纯欲辣妹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稍微有一点点轻欧美风格、轻欧美风格，比如说裙子稍微短一些，或者是说就是身，就是衣服肯定是比较修身的啊，比较修身一点，肯定不会是比较宽松、所以就是为什么要辣，就是至少身材的一个优点你要凸显出来。这个点比如说露肩膀、比如说露你的胳膊，你的胳膊今天就是、我的胳膊比较有优势、就是哪儿好看露哪儿。对、就是像我本人只有脸好看。只能露脸。是是是，那我自己确实日常穿搭呢、比较有舞台的一些穿搭比较可能、比如上节目啊或者舞台的一些穿搭比较是这种纯欲辣妹风。是，那其实辣其实不限于它是外表，而是真正自己心里的那份觉得。对，我就是要有那份自信穿出来，因为更加能，这种辣是更加能形容一个女性的一个活力和个性的代表名词。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往谈到辣妹风啊，可能都会觉得就是说，哦，是我们固有的那种女生的穿搭方式。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博主乐于分享，比如说120斤的女生如何穿出辣妹风，是，或者是肉肉的女生如何能够演绎完美的辣妹风。其实现在我觉得辣不限制身材啊，大家不要被自己的身材框住。我觉得就像嘉哥说的，辣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要自信的释放那种个性哈，做自己的大女主的人生。是的，是的。那像今天我们的第二套 look， 嘉哥你喜欢吗？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色彩的这个搭配，然后它现在就是它的那个小奶白色的那个小外套，就是跟这个卡其色是完全、卡其色跟棕色是完全很好的一个融合，是的，就是很，贴身的同时，但是看起来又是奶奶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女生都知道，哦，我知道几个颜色应该如何搭配在一起，但是拿到很多单品不知道如何去排列组合。对，其实今天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抄作业的机会。是的，就其实如果说想要尝试轻欧美啊辣妹风的风格的话，就可以完全抄这一份作业了啊，因为它的一整套都来自我们的 One Jean Studio 的一个服装了。那它的这个衣服呢是一个大领口的下摆敞开的一个设计啊，视觉上非常的优雅。那包括袖子这边呢，它是做的是一个喇叭袖啊，因为很多女生可能就胳膊上有一些肉肉啊，她刚好呢能够通过这样子一个遮挡和这样子一个剪裁，把一些肉肉呢给它遮过去。是的。那包括其实它的内搭的这样子一个假两件的设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可以挂脖，或者在像模特小姐是在胸前系一个绑带，系一个，对啊，还有因为它绳子比较多的话，你就可以自然自由发挥。因为女生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自己在镜子面前不停的、反复的确认，哎，今天我要这样子穿吗？
我要那样穿吗？我来试一试。男朋友打电话，喂喂喂，嘉哥，要下楼吗？今天要有男朋友才有这样子的电话啊！是是是，咱就是说那个线条，就是可以随意自己发挥来系，你可以系在腰间，可以系在脖子上，可以系在这个侧边，对，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可以自己去尝试跟搭配。是，那包括其实我觉得提到了这个辣妹风哈，想要辣上加辣的话，我觉得一个单品一定少不了就是皮裙。是的，像其实。看到嘉哥的很多的舞台经常会穿皮裤，皮裤比较多，皮裤比较多。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片式的一个设计呢，在腰部还做了一圈钻石哈，我们镜头可以推一下，整个拉伸了整个的视觉的效果，同时呢还增加了他的衣服的层次的感觉。是的，这一套的确就是纯欲辣妹的一个穿搭典范啊，又是又酷又辣的感觉。谢谢我们的小姐姐，谢谢。好的，那我们刚才的针织衫在我们的二号链接，我们的内搭在三号链接，我们的裙子在四号链接。那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正在观看我们的直播的宝宝们呢，可以通过官方台购买，可以享受全部95折，叠加之后的话，店铺2件9折，3件85折的优惠，同时还可以再叠加淘宝满199减20的优惠。哇哦，行不行动？真的很心动。今天我们不仅帮大家把这个作业写在这儿了，我们把这个分数呢也打得让大家满意，对不对？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时尚的春夏的一个穿搭嘛。那请大家呢就赶紧心动不如行动，手指动起来。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2022春夏淘宝新势力。再来一次，好，请大家多多关注2022春夏淘宝新势力周。哎，是的啊。哎，今天可能是没弹舌。没弹舌，哎，教教我怎么弹舌。没事没事，我可以了。好，2022春夏淘宝新势力周，更多潮流穿搭等着你过来。是的，因为其实宝宝们正在笑你啊。不要笑了，不要笑啊，差不多啊，收。嘉哥的舌头有的时候就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没关系哈。那包括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呢来刷出你们想要喜欢的风格，喜欢的风格，或者是想让嘉哥在4月份尝试的新风格，好不好？哇哦，哇哦！因为你别给他们乱出作业，他们会就是肆无忌惮的在这个评论区给我打一些奇奇怪怪的风格。因为呢，下一个风格，我个人是非常希望想要看我看到嘉哥尝试的。但是其实我是真的，最近才学会的这个词，就是多巴胺甜妹风。多巴胺甜妹风，对，这是我最近才学到的。然后我也觉得有很多的小女生会在春夏期间选择这样子的穿搭。哎，那多巴胺甜妹风是一个什么样子风格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甜啊！我练了三遍新势力周啊，淘宝新势力周，不要笑我了，我们在21号到24号等待着大家，在这个季节呢get 到你们的春夏新款了。是的。那刚才我看到了这个多巴胺甜妹风啊，我觉得真的不要尝试吗？我其实想到了我的一首歌，哪首歌很适合？叫 Candy。Candy。Baby， 你是我的糖果。一切由我来左右。哇，甜到了，像那个糖果的感觉。是像糖果的感觉。那当时这个 MV 拍摄的时候是这个风格吗？当时 MV 拍的比较简洁，简洁，就完全没有一点点多巴胺甜妹在里面。是，那如果说有机会二度翻拍啊，我们就可以走这个风格。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模特小姐姐的一个上身感吧。是啊，我们就是给到大家一个花朵去形容它啊。如果说给我们的这个多巴胺甜妹风的第一套风格命名一个花朵呢，我们愿意称它为百合花甜妹。百合花甜妹，那整身呢是来自 Molly 的麂皮绒百合碎花粉渐变连衣裙，那她身上有非常多的百合印花，专门定制的是粉白渐变印花，真的很好看。因为从远远的看去的话，它的整个的外形的轮廓，包括它的颜色呢，都好像一朵盛开的一个百合花一样哈，有一点点粉粉嫩嫩粉粉的奶奶黄黄的在里面。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件服装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背后。我们让小姐姐来展示一下哈，它整个是一个大镂空哈，所以一件衣服可以拥有两种人生体验。哇，它其实里面的穿搭也可以不停的换的，换是，对，而且它那个裙子后面扣有个小心机，是有个大红爱心在里面，是大红爱心，真的女生看的有桃心。有爱心，有花朵，有粉色，有粉色，有蝴蝶结，这种就无法抗拒，无法抗拒。是的，但是它这个裙子，它的那个材质是不是在春天看起来有一点点？略微有一点点厚重是吗？但是其实这件裙子刚好符合三月份的全国绝大部分的天气，因为其实现在倒春寒很严重。是的，今天我恨不得把羽绒服都拿出来。对，今天有点，今天上海真的是有点冷的。对的，所以如果说想要在春天少女感足足的，又能够在降温的时候给自己增添一点温暖感，这件我们的连衣裙就是最合适不过了。我看到很多人说下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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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当然了，下单的同时呢，我们不妨。我们把镜头往下移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哈，同样呢，拥有一双这样子的鞋子，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是梦寐以求的羽毛质感的鞋子。是什么品牌的？对，它是来自布布菲菲 Studio 的一个蓬松羽毛设计的一个减龄神器了。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鞋面呢，是用紫色羽毛哈，仙气飘飘的感觉。但是它的跟呢，是一个透明的啊，一个透明的球形，俏皮感十足，而且非常的减龄。哇，而且它现在正好现场有那个风吹，然后那个羽毛飘逸的那种感觉也很好看。就假如说去拍照，就是在拍照的时候，然后有一点点风吹过来的话，你就是整个，我在幻想哦，就是我整个人站是不动，可是我的鞋子是在飘逸。你、wow、你太喜欢这样，我品牌方也在现场，我问问看品牌方能不能把这双鞋送给你。品牌方，这双鞋可以送给嘉哥吗？没事，我等下去下单。啊，点头了，点头了。我等下去下单，我等下去下单。那我们的这双鞋呢，是在我们的六号链接哈，我们的长裙是在五号链接，所以如果说两个商品的话，还可以同时享有官方满199减20的活动哈。那除此之外，布布菲菲 Studio 呢，还拖鞋还享受的是直播间专属价格的95折优惠。哇哦，赶紧下单起来啊，下单！这双鞋真的好看。对，就是你刚才就想想那个视频，感觉就是很唯美，很有一点点梦幻的感觉情况下，然后只有这个鞋子在飘动。你以为我站在这儿不动吗？我是在动态的。我告诉你，我让的你是心动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心动的第二套花朵呢，是我们的郁金香甜妹啊，郁金香甜妹这一身。造型呢，我真的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那种你对于春天的元气满满的活力都可以在这件衣服找到啊。内搭是来自明满2022春夏浪漫优雅玫瑰刺绣泡泡袖折式的 polo 衫。哇哦，那下摆处呢非常的别出心裁，收腰跟这个折式下摆呢更凸显女生的可爱跟活力。那非常的清新百搭，那搭配黄色的刺绣玫瑰花，细节非常的满满啊。那它外面的马甲呢是来自苏玉婉，那视觉的重点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它的腰间，就好像整个的腰间呢是缠绕着一圈浓郁的风味曲奇，又洒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啊，非常的元气跟活力。是的，是啊，那这一身搭配的话，相比刚才那一身更加的英气一点。那 polo 衫是我和我们的马甲分别在七号链接和八号链接同时享有满199元减20元的优惠。那我们的八号链接的马甲还会额外赠送一个苏玉婉的原创丝巾。那确认收货之后再联系品牌。还可以，就可以领取了。那如果说今天晚上8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呢，购买七号链接中明码的 polo 衫，可以额外的享受折上95折的叠加折扣。所以大家赶紧去加购吧。所以不要等了。如果你是跟嘉哥一样，这一次才学到了多巴胺甜妹这个风格套装的话，就可以赶紧。跟着这个小姐姐的穿搭一起把整一套全部带上。是的，我们刚才说了哈，粉丝最希望看到嘉哥尝试什么样子的风格。我看到评论区，多巴胺吗？多巴胺甜妹吗？大家去点名多巴胺甜妹。来，让我来说一下，看了这个纯欲辣妹和多巴胺甜妹的这两个趋势的风格呢，相信现在大家理解为什么
女生出门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真的，男生值得去等，对不对？因为这个叠搭真的是一个很浪费时间，你像不停的换衣服来说，嗯，这一套看一看，嗯，好像不太行，对，换另外一个，我再叠一个这个裙子呢，我再叠一个袜子呢，啊，就是很多。所以这个是家哥的常态吗？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凌厉飒爽的大女主哎。我之前是这种风格，但现在有变化，就是会。在家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会不停的穿搭。是，哎，粉丝宝宝可以猜猜看啊，家哥出门要花多长时间在服装搭配上啊？大家可以猜猜看。我觉得对于一个女艺人来讲，一定要很长时间，半个小时是最基础的，一个小时呢，可能才是及格线。可是我觉得你可能想错了，因为对于艺人来说，可能一个帽子。一个帽子啊，就不要被拍到素颜，一个帽也没有，就是一个帽子一扣，然后就可以出门了。有人说了，5分钟、10分钟、3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夏天说穿啥都好看啊。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叠搭，如果很费时间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更加方便的穿搭的一个时尚感，时尚的搭配方式，就是，让它又快速的能穿搭，然后穿在身上，哎，然后又时尚。是，我们一起来。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风格？有这个风格哈，啊，它叫做 City Boy and City Girl。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欢迎回来。我们刚才在笑评论区，大家哈，有一个人说，你需要这样指名点姓吗？他说孟家不洗头。所以出门给大家揭晓一下，现在出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我最近都没有出门了，但是我在家也会穿得很体面，是，就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有一个搭配的那种学习，也要学习。那比如说下楼必须得倒个垃圾，买个菜什么的。哦，我会就是睡衣一穿，睡衣一穿。对，对，我自己不是做了个睡衣吗？然后就一套，对，很舒服，因为外面很冷。对对对，我就一套，然后就穿了个拖鞋，然后我就下去倒垃圾了。是啊，这个非常的飒爽啊。那当然了，如果说很多女孩或者说很多男孩也想通过叠穿的方式，并且快速出门，我们的 City Boy 跟 City Girl 的这样的搭配的方式的话，就可以帮大家来满足这个诉求了。是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模特小姐姐啊。我们的女生的这套穿搭呢，上身来自空穴来风的这个品牌哈，工装的这个衬衫，再搭配着复古的长袖上衣，而且它在肩上呢去披一个这样子的小短袖啊，小短袖，再搭一个这样子蓝色的衬衫外套，选择主杏色啊为主要的颜色，高级感非常的十足，而且非常的简约。其实像这样子穿搭，我相信家哥也经常去穿，对不对？对，披一件外套啊，毛衫啊，一般会披一个小开衫，因为现在的那个温度的确是有点不太可控，对，就可能突然就会变凉。确实，这个 City Girl 和 City Boy 有很多的单品都是在不停的循环，然后有很多纯色的衣服，或者是搭配很多条形状的，条形的，还有最近还有很多那种格盘的，黑白格盘的，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把你们的衣服买回家之后，我们铺在床上，就按大家高中的那个排列组合去算，真的是能够搭配跟混搭出非常多套的衣服啊。是的。那我们看完上身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身。下身是来自火山马的休闲这个宽松的直筒短裤，那同样采用那个撞色的设计啊，并且这个设计我非常的喜欢，它用的是一个假两件的裤腿，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叠穿哈，上身是 OK 的，但如果说叠穿两件裤子，这个一是考验身材，二呢也考验你耐热的程度，所以这样子一个假两件方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是。那鞋子我非常的喜欢，是来自足下工业的，采用非常流行的翻毛皮的设计，并且在鞋带的地方呢使用的是一个麻花的编织，增加了视觉上的亮点。可是为什么会现在我发现有很多人都会在鞋子上做一些小配饰跟点缀，对，比较特别的设计，是因为其实往前的几年大家看鞋子的搭配，大家都说我一双小白鞋一年四季穿到底不出错啊，我一双纯黑鞋搭配百件服装绝对能够扛得住。但虽然我们现在都说啊，穿搭我们尽量不出错，
但是我们也能够希望保证水准的基础上不无聊，在上面要添一些改变，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挂一个毛茸茸的球球啊，或者是把鞋带改成鞋带不一样的鞋带，是，对对，所以如果说想要有一些叠穿的方式的话，就可以来选择我们女孩子身上的9号链接，是我们的上衣，来自空穴来风，那同样可以享受满199元减20元的优惠。裤子在10号链接，除了满足满199元减20元的福利之外的话，还叠加1件8折、2件75折、3件7折的超大优惠、wow. 啊！鞋子呢是在我们的11号链接，有店铺的50元券和平台的120元的福利优惠，所以宝宝们赶紧去下单吧，成为下一个 City Girl 和 City Boy。哇、wow, ，还有男生身上的这一套呢？是男生身上的这一套的话，是来自 Ivy Stop 啊、内搭是一个白色的衬衫短袖，采用的是日本进口的泡泡纱材质。Wow.所以很多男生呢，我觉得衣服的材质非常的重要，首先一定要挺，男生不能够窝窝囊囊的哈，材质一定要挺，而且一定要透气，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夏天男生的汗腺比较发达啊，爱出汗透气很重要、而且像这样子一个 oversize 的一个版型呢，非常适合于所有的人群啊。那外套这件衬衫比较百搭，而且这套蓝色的拼接设计呢非常的吸睛，并且它的面料呢采用的是超细氮，这是一种超细的纤维，又轻又保暖，还能够做到防水和耐磨、啊，而且跟大家讲说全部啊有一个6折起的一个超大的优惠，同时可以叠加满199元减20元的优惠，那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12号、13号链接就可以 get 到同款喽，左下方在这边。是这个风格呢，随便怎么穿搭都是非常好看，所以完全不会翻车的，大家可以放心。很适合假如说你现在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又喜欢比较舒适感的，但是又想要有时尚，那就可以这样一整套直接又买回去。而且这一套这两个搭配的话非常适合情侣去出街。哎，对哦，因为比如说男生的衬衫给女生去系上，或者说男生出门先穿衬衫，女生冷了的时候，哎，再给他套上，套上 对, 对不对，是的，上淘宝新势力周，上淘宝新势力周买同款穿搭。是的，我们谢谢两位啊，谢谢啊，谢谢小哥哥小姐姐。那因为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服装，其实要追求百搭，对不对？哎，那其实适合另外一个人群，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每一个打工人都值得拥有的一个风格，很重要。对，就是我们的自由通勤风。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吧。好的，所以我们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平台呢？我们就在淘宝新势力周啊，是的，新势力周，新势力周、啊。我们在淘宝新势力周哈，给大家分享我们的八大流行趋势了。是的，那下一个流行趋势呢，就来慰问到的是我们的打工人。对、我觉得这个风格呢其实特别适合每一位上班族，然后需要坐在那很久，然后但是呢我又不想穿得很随随便便或者很平平淡淡去上班、万一我今天刚进入一个公司，是，哎，我有个大胆的问题想问一下啊，嘉、哥，如果说没有选择艺人这份职业，你最想尝试什么样子的工种，或者说走在这个写字楼里想要尝试什么样子的工作呢？我觉得我之前一直有一个梦想，也不算是梦想吧，就是好奇，我蛮想要去一个咖啡厅哦，打工。你现在也可以实现啊，去开一个咖啡厅。对，不是，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因为咖啡厅会来很多形形色色不一样的人，然后他们会有工作的，有来聊天的，或者有逛街跟姐妹一起。哦，你想要观察人生百态？对，我想要去。听，就是眼看他们的故事，是，就是我会觉得很丰富，我觉得就是很，我自己有
好奇然后幻想过的一个、嗯、一个职业、哎、是的。嘉哥如果说没有选择艺人这份职业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一个咖啡厅啊，选择在咖啡厅。有人跟我说像做个游戏游戏主播游戏主播也不错，有人说设计师，还有说工厂的女工工厂的女工，谢谢大家，谢谢是啊。对，现在其实职场、嗯、比较多，我看到是没有像之前那样穿的一定要很拘谨啊、然后很深色西装、啊、深色西装，然后白色衬衫，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嗯、的确有些场合的确需要，但是大家最近好像都穿的比较宽松了。对，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职场剧啊，嗯，无论是新入职场的一些菜鸟啊小白啊、嗯、或者是已经升级打怪到大 boss 的一个阶段啊，大家对于自己的服装都是有要求的啊。是的，就是其实在整个的职场环境当中呢很卷，当然了这个卷也是一个褒义词，好的卷，我觉得把自己打扮的精致，把自己的展现得更加的专业跟得体，在你的职场上面一定会起作用的啊，很重要，是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是、嗯、尤其到了三四月份，大家都知道金三银四，就是如果说想要在前半年找到一个工作的话，现在呢刚好是一个面试的一个主流的两个月份啊。对，如何在面试月在金三银四能够穿的让你的面试官眼前一亮呢、嗯、我们就给大家选择了这个服装哈，我们也让模特小姐姐来搭配一套自由通勤的衣服、嗯、我不知道这身服装能不能应聘上孟老板的工作室啊？孟老板的工作室其实这一套首先第一感觉就是我一点都没有攻击性，是，然后就感觉好像会很干练，嗯，然后它的奶黄色跟里面的那个这叫什么蓝呢、啊、？Baby blue，Baby blue，、婴儿蓝，婴儿蓝，就是搭配的，就是很、嗯，很像一个马卡龙色系，是吗？然后就是很舒适，加上它的长裙，不是短裙啊，所以我很喜欢。对，而且其实这套这个颜色呢，我觉得特别适合职场，因为刚才嘉哥说了，它没有攻击性，对，而且呢，它看上去视觉很柔和，嗯，就你对面坐的工友呢。面对你八个小时，他眼睛也不会累。对，不刺，那个颜色不刺激。眼睛不刺激啊。对对对，那这个整身的这个半裙西装半裙套装呢，就是来自 Rose Lingling 啊。它整个虽然它的这个颜色呢不是那么有攻击性的，但是它做了稍微的微的宽肩的一个西装，拉长我们的整个的身形跟气场啊。嗯、那搭配利落的这个半裙呢，可以翻出套装的新花样。啊、还有他的小鞋子也很可爱，他的小鞋子是 Lost in Echo 的小羊皮乐福鞋、哦、我朋友也有跟他们合作、嗯、张嘉一，张嘉一的鞋子啊，因为其实他这双鞋子呢不仅是外形很好看，它是用这个小羊皮，而且这个鞋口的褶皱呢穿脱非常的方便、嗯、因为其实大家在工位上一天到八九个小时七八个小时，一定要舒适也很重要、啊、舒适度很重要、嗯、而且其实像初入职场的小白这样子的鞋型非常的适合，嗯，因为很多女生就说，哎呦，我职场鞋，我去面试，我要不要穿一个尖头鞋啊？但跟大家讲说，其实尖头鞋在职场上一般是 boss 级别，或者是有一定权威跟专业性的人会选择的款式、嗯、给人更专业，给人家更雷厉风行的感觉。那我要穿尖头鞋了、嗯、当然今天穿超圆头，今天穿的超圆头鞋，是的，其实还是要以舒适和实用、嗯、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对、嗯，好，那如果说想要我们的面试王套装的话，衣服在我们的14号链接享受淘宝满199元减20元的优惠，鞋子在15号链接享受天猫满200减30元的优惠，还有店铺券50元，平台券120元，所以赶快 get 同款，成为工位上最闪亮的星星吧。嗯、好，谢谢小姐姐，谢谢小姐姐。嗯，那其实打工人真的很辛苦啊。嗯，工作室的小伙伴一般工作多长时间啊？工作室小伙伴没有休息时间，没有休息，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他们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休息多久他们休息多久、啊、我工作多久他们工作多久，也算是一份幸福的工作了。那当然了，是他们都是，他们应该都是一个在很开心的状态下对一起工作的。是，那他们平时一般都会怎么样去缓解自己的疲劳呢？缓解自己的疲劳，我觉得肯定、嗯、我其实会带大家 workshop
然后有一定的放松，那哪怕是就是自己在家 workshop 也可以，是假装自己在南法，自己在家 workshop， 自己在户外的感觉哈。对，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流行风格趋势呢，就是我们的假日南法风。哇、wow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好的，大家在欣赏短片的时候呢，嘉哥正在刷大家的评论哈，很多很有趣的这个留言，有人说应聘工作室有什么要求呢？嗯，应聘要不要时尚敏锐度高呢？加油啊，要时尚度敏锐度高啊，平时要有实力，要实力，要实力啊，要实力，实力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步哈、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打造我们刚才说的假日南法风的感觉呢，其实不妨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抄抄作业啊、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模特小姐姐的穿搭，那这一套就很厉害了、wow、来自我们的 Fearful for You 啊，上衣吊带呢采用的是一个编织的面料，包含复杂的针织交错，肌理丰富又立体。那其实这样子的穿法上身的比例非常的好，嗯啊，一般其实在舞台上会这样子穿，对不对？上衣比较是适合在舞台上穿的、嗯、是对的，就是把我们的上半身呢尽量去缩短，把胃部露出来、啊、把胃部露出来，仿佛胃就是腰线的部位啊，是的是的，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下半身的这样子一个伞裙啊，而且它的位置呢刚好是在膝盖以下，很多女孩就说哎呦我的冬天啊吃的肉肉都长在腿上了，这件呢刚好通过它的廓形跟通过它的长度可以帮助我们藏些肉肉哈。我觉得是这一套跟以往大家所想的夏日风可能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假日风不太一样的是，很多假日风大家都会想到长裙，但是一定是连体的长裙、嗯、是，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已经做了，在身材上已经做了一些努力的话，一定要露出来、嗯、一定要展示出来，是的，给自己看，同志们，给自己看啊、yes、给自己看，并且拍好看的照片，对，给大家看，拍好看的照片。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看的搭配呢很划算、嗯、因为上衣在我们今天的16号链接啊，裤子在我们的裙子在我们的17号链接，全部享受淘宝买199减20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来下单吧。嗯，我觉得这一套穿出去假日的话真的可以想象到就是回头率会非常高，是因为其实刚才嘉哥说的很对啊、嗯、大家谈到了这个假日风可能是 one piece 的服装会居多一点，其实我们如果说去选择一个假日风去拍照的话，其实你把下身的这个伞裙换成牛仔裤啊，或者是把我们的一个长裙呢叠穿一个这样子一个小马甲，嗯，都是一个另外的一种的新的搭配哈。而且这个长裙很好的是腰部这个地方有收、嗯、然后假如说有一些宝宝们可能对他的腿不是很自信的话、嗯、那他这个长裙就可以把你所有的你不想要给别人看到的一些小小的缺点可以挡住、嗯、是、嗯、哎，这个嘉哥真的是很会观察哈、啊、所以其实设计师给到我们的每一处的设计哈、啊、每一处的拿捏都是他有他的想法在的，是的，所以我们拿到衣服的时候可以去考虑一下，哎，我怎么样去把这件衣服呢发挥到更加美丽的一个搭配的方式啊。是的，我们谢谢 DV 小姐姐，谢谢、啊、谢谢你。那我们接下来迎接另外一套我们的法式风格哈，那这一套呢就满足了所有女生对于梦幻、wow、对于浪漫的遐想，就是来自我们的 MINMA 2022春夏系列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系列啊，这套服装已经出现了很多社交平台最近的开屏啊、欧阳娜娜有尝试这套服装、真的非常的少女感十足，因为这款蝴蝶结的刺绣连衣裙呢，它的整个的上身的抹裙是完美贴合身线的、达到一种修饰身形的感觉，而且它最巧妙的就是散落的朦胧感的白色的花卉，而且它提花的这个织物呢丰富了整个的肌理感觉、让整个的黑色长裙呢没有那么沉闷的感觉，是的，充满了少女感。它前面的这个小蝴蝶结，这不算小了吧，
中等大的一个蝴蝶结，跟它这个宫廷感的一个裙摆，就是它的裙子是高腰身的嘛，就是在你胃部的这地方就往下，就显得你的腿是有2.8米，很长啊，身材比例很好，看起来身材比例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个风格的确是很适合现在当代年轻人，而且他们现在拍照的那种。他们都很会摆 pose， 大家都很会摆 pose， 都很会摆 pose。而且这套服装的话，我跟大家讲说呢，我对 Minma 其实有了解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女生会穿，包括我看到很多的杂志也好，女明星都会去点名 Minma 的服装，因为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小贵的，但是呢，她本人呢是师从中央圣马丁著名的 Louis Wilson 的教授啊，作品多次登上伦敦时装周等。这个国际一线时装周是妥妥的秀款爆品啦，好看，真的好看。那我们今天的这身长裙呢，是在我们的18号链接，官方满199减20元，3月21号当晚8点到12点呢，折上再享95折。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 Minma 的品牌观望很久了，就可以在今天12点之前赶快去下单，因为在折上。还有95折啊！哇哦，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里拍摄时尚大片了。是的，我看很多人也会，就是我前段时间有传照片，就会觉得好像我在家里我也要穿得很体面。就是一定要给自己有一些不同的穿搭给自己配上，然后就是，在家拍照片也会变得更加大胆一些。是的，因为其实大家，虽然最近大家可能都会在家里，但是我们不能够让。口罩尘封了我们的美貌啊，我们在家里也要折腾起来，拍出来啊。那你有什么在家这种拍那种类似慵懒我想问看，女生的慵懒是真的懒吗？女生没有懒这件事。女生没有懒这件事，所以慵懒是假慵懒，真做作。谁拍照不做作呢？谁拍照不做作呢？我旁边的余光就扫到。小姐姐都不好意思笑了。小姐姐应该平时在家里也很会拍照啊。对。我们让小姐姐演绎一下啊。我现在仿佛是在花园当中翻看一本书。哇，他后面正那种。对，刚好这个在家里买块这个假背景也挺好的，也挺好啊。其实像他这个小长裙，就是大长裙嘛，大长裙是小长裙，大长裙大。大长 长裙在家里就是刚好大概下午3点到6点左右，是天气好的时候，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哎，你看这张照片，哎，你截张图，好好看，他真的是以为在户外。对，就是阳光有一点点透进你的窗户间的时候，你把你那个阳光洒落在你的那个墙壁上的那个空间给整理干净。我相信大家的家里应该跟我的家里差不多，就把那块区域给它这样扒拉开，把阳光露出来，然后穿着这个长裙，然后开始在阳光有那种一点点，那是温暖的光。是，哎，我现在就下午的时候，我不自觉你要给我拍照吗？我有画面了，不是，我有画面了，我们咔嚓3张好不好？啊，好，假装慵懒啊，假装慵懒，假装我的慵懒是这种1、2。哇，慵懒到了3，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摆。好，我们给镜头展示一下啊，我就懒，来看看嘉哥的慵懒。我说翻白眼了，还好还好，是真实的慵懒啊，真实的慵懒，真实的慵懒。哇，哎呀，我后面的别针都被我崩开了。你本人的生图很耐打啊，救命啊！嘉哥本人皮肤真的好绝啊，真的好绝。对，在家里其实这个慵懒风是一定要找对光线，找对光，因为自然光是最好的滤镜。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可以找一找你自己在家的那块空的区域，然后拍穿一个这样子美美的大长裙，然后在家里拍出那种慵懒风，坐坐的没事拿一杯咖啡，品一品茶，两个人还可以进互碰。互碰杯的感觉。是的，这个真的好做作，来，这个真的很做作。互碰杯的感觉。对对对，是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脑子里已经有一些大片的画面了啊，家有了。市井有了，衣服没有怎么办呢？就可以来我们的淘宝新势力周，来通过21号到24号来下单美美的春夏美服啦。是的，那这个假日风有了，我们的前面还有好多新中式啊，还有。
辣风、辣妹风、辣妹风、纯欲辣妹风、纯欲辣妹风、对对对、自由通勤风、自由通勤风，还有说的很多啊、其实包括有很多人也经常有运动的习惯哈、啊，不知道嘉哥会有运动的习惯吗？我最近就是在家里置办了一个跑步机，嗯、哇，然后、就是、置办跑步机。等于拥有一台折叠晾衣架。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是觉得真的的确是需要在运动上来给自己身体一些健康感。是要健康。对，要因为的确我们的工作这个性质的确是可能晚睡啊、嗯、或者什么的，身体会有一些些的不适，所以一定要靠运动来加强自己的身体体能。是的，所以很多的运动现在最近在家里也都可以做，有氧运动啊，还有一些 HIIT 的运动。是，所以运动的服装我也是不停地把它放入我的这个购物车里面。嘉哥是那个设备党吗？是要挑选很专业那种的设备跟服装吗？有的，比如说、要透气啊、然后一定要轻盈啊，轻盈。然后假如说要是真的可以、我买一个衣服，然后还可以穿出门的话，这个运动衣服还可以穿出门，对，不别人看了不尴尬，对，那种，然后又高机能的那种，那就肯定太棒了。哇，真的是既要又要想要，就是很多什么都要啊，对对对，又要满足高性能啊，又要满足高颜值。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少男少女都希望哈、自己在运动的这条路上呢，既能够满足自己的运动诉求，是的，又能够自己美美的。当然了，观看我们的淘宝新势力周的直播呢，我们就可以满足大家啦。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高性能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体现。哇，这一套衣服，哎，我大胆猜啊，嘉哥的衣柜里一定有男生的衣服。哦，我家里有很多，我家真的有很多。不是别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男款衣服，男款的衣服。对对对，哎呦，你说那个我都没反应过来。对，就是因为刚才嘉哥在看到这段这个 VCR 的时候，一直都帅。帅，我自己是喜欢的，因为像这样的高性能服装呢，在时尚界有一些大牌已经坚持做了好几年，是，有很多的衣服都兼顾到了防水啊、透风啊、防风啊、保暖啊这些功能，所以今年这股高性能的风潮终于就是越刮越大，从 T 台刮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是的，因为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尤其是有的时候去到海边呢，包括有一些这个运动的时候，男生特别怕什么，就是哎，我挥洒汗水，但是这个汗水怎么还在我身上、怎么还在我身上，好黏。是的、特别需要的是什么呢？速干材质的衣服。是的、所以近两年的话，有很多的服装都满足了大家户外运动的诉求啊，设计的越来越好看、而且还兼顾着一些这个排汗和这个吸汗的功能。这么说来，高性能的服装呢，不仅具有功能性，设计也完全不能输。它的舒适运动的时候，既能舒适运动的时候穿，又能给那种时尚人士的日常生活带来加分。所以简直就是装备党的胜利。三月不减肥，四月、五月、六月徒伤悲。这个时候呢，更会想要去尝试各种运动，但是呢，又怕三分钟热度。所以普通的运动服呢，可能穿几次就压箱底了，就是埋藏在自己的。是你的消费心理是这样的吗？我都买了这么好看的衣服了，我一定要多运动几次。是的，赶快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模特小哥哥已经上身穿上了这一套高性能的运动时尚装。对的，你看，其实它的主色调的话非常的简单哈，就是有一些的隐隐的暗纹，包括它是一个这个褶皱的一个速干的一个外衣，那包括它的整身搭配也是非常的完整的。包括它的背包啊、内搭啊、帽子啊，包括鞋子，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色调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今年的春夏大家没有入手高性能生活的话，一定要来关注到我们的淘宝新势力周，我们满足大家呢既要又要想要的需求。有很多不同功能和款式的高性能服饰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新势力周上面买到，然后可以在我们的新势力周上面呢活动找到你想要的那一套。
知的，那大家可以赶紧去下单了啊。那如果说想要 get 到同款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搜搜看21到24号我们的淘宝新势力周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服装。我要去下单这个外套，你要去下单这套，因为男士裤子的话，女生还是没办法穿，对腰围的问题，对对对，啊、所以外套应该没问题，很好。OK 啊，大家就可以一起来搜搜看，跟我们的嘉哥 get 到同款。是的，好帅，好，大家都说好帅，很帅，加购加购。是的，加购加购啊！记得我们的部分的单品呢，能够满足满199减20。是的，我们有一些单品的话，满足这个天猫满这个200减30的优惠哈，大家一定要这个睁大眼睛去看好优惠信息。好，下一个风格的话，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解构主义风格，一起来看一下。帅就一个字儿啊，帅就完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解构主义了。那解构主义的话，我相信嘉哥应该就是很抓人眼球，对不对？是的，解构主义真的有很多的点在上面。我发现解构主义的服装呢，往往都是一件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面料，又有很多不同的款式。但是当它被分开放大，然后再重组在一起的时候，又是一件特别的新衣服，就是感觉花一件衣服的钱，可是买到了很多件衣服穿在身上。因为其实解构主义这两年很流行哈。是的，你以为我只买了一件衣服吗？我拆开是另外一件，我拆开是下一件哈。那包括其实模特小姐姐这身造型呢，我非常喜欢，它是用边缘线啊，用拉链进行解构呈现的，所以整个的服装呢，它呈现了点啊面和线的结合，那往往皮衣给人家感觉是一个酷啊飒的感觉，现在又多了一点点随性的风格。是的，整件衣服的层次感和设计感瞬间就是提升了，就是对于原来的结构的破坏与重组，打破了一些框框架架，所以就是表达了就是很多人现在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就是敢于突破，敢于冒险，也敢于尝鲜。是的，敢于突破，敢于冒险啊！希望嘉哥也可以敢于尝试。我喜欢这种的这。我的嘴快，我还说我喜欢呀。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套这个解构主义的风格哈。谢谢小姐姐，谢谢第一位小姐姐。那第二套呢，是来自我们的 H Abby 和我们的 Color All In 设计师联名的连衣裙。那这件的话是可拆卸的假两件设计啊，给我们的这个穿搭的小姐姐呢多一层的可能性。那除了满足天猫满200减30之外的话，还有专属的商品券80元，大家可以下拉到详细页面去了解一下哈，可以领一个68元的优惠券，就在我们的19号链接。就在左下方，大家可以看到啊。结构主义可以很休闲，也可以很性感，甚至可以通过设计师的巧思让两者兼具，就是展示了这套服装一样，就是有一点点叠穿的一些感觉，视觉上 对不对？因为假两件其实太适合这个季节了。是的，因为你如果说像我本人哈，如果说真实的叠穿两件的话，就会显得虎背熊腰。但假两件的话，刚好可以规避这样子的问题。是的，而且我们的假两件它是可以拆卸的。你今天是这种的心情啊，我们这个穿这件服装，我们明天遇到同样的人，我套上这个假两件，我跟你说，我又有一套新衣服了。是的，这一套衣服其实就是，妈见了不会打系列。是。就是钱花在刀刃上。就是这个衣服是我很想要入购物车的一套衣服。哇，又一件同款了，又一件嘉哥的同款了，所以宝宝们呢，可以睁大眼睛去搜搜看我们的嘉哥的同款了。因为它的那个腰带正好又可以把你的腰身给显示出来，对，是的，非常的好看。就是在我们的19号链接啊，就是在我们的19号链接啦。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福利跟优惠啊。是的，我们一直持续到几号呢？我们一直持续到24号，一定要去找我们的淘宝新势力周，是才可以领到这个优惠。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们的评论区，我们刚才讲解的很多的产品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讲解的方式呢，都跳转在我们的左下方，大家都
可以去浏览。是的。有人说想要上我们之前的运动外套哈，大家可以去通过回放截图，通过搜同款啊，搜同款来获得我们的同款服装。那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哈，除了我们有在我们的淘宝新势力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单品之外的话，其实在我们的21到24号之间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服装，无论是男生女生什么样的年龄层都能够找到你们的春夏美美的服装。是的。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共同见证了我们淘宝新势力周发布的八大趋势。那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因为其实我想说八大趋势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肯定都尝试过了啊。辣妹风没尝试过。你是说多巴胺甜妹风你尝试过了吗？也有一些这个少男很甜的风格呀。但是其实在特定的一些地点你要去的时候，那个多巴胺甜妹风是真的。对，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的特殊的主题的 party 啊，糖果风的 party 啊。没有，主要是你还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假如说你的衣服今天很甜美，那我可以做很酷的头发。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有一种反差感，那种感觉。我觉得反差感是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对，大家都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对，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挑战出自己的风格哈。是，因为我们的风格不是别人被定义的，而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我说的算。是的。以上我们讲的八大风格服装呢，都是能够在2022春夏淘宝新势力周找到的。2022春夏淘宝新势力周，是的，我说对了吧？说对了啊。对，希望大家能够入到属于你们在这个季节的专属美丽啦。是的。那我们的2022春夏淘宝新势力周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出发，找到新的感觉。是的。要认真了。再和大家说一下，3月21日，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到3月24日，关注2022春夏淘宝新势力周，赴一场春夏的约会。今天的直播间我就要在这里啊。就要再见了，就要再见了。今天的直播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对于你来说是个好消息，你可以下去去这个抢购去加购去付款了。对，没事，我的是啊，希望大家这个美美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是的，拜拜，谢谢嘉哥，谢谢，拜拜。You know I never have to pull the trigger. I'm packing heat. Drop the beat, everybody freeze, keep it cool. Turn it up, let's bounce, baby, me and you, ha.